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许庆海，是个残疾人。行不行？看你这么出名，我才让你修的，你让我修坏了，挺贵的。我的表修好了吗？修多少年了？修好了，来，给您。谢谢啊。哎，好嘞。哎呀，我们的表修好了。嗯，看这表啊，还能走50年呢。我去香港的时候，我专门去典当行看过。说实话，当年我师傅曾经给送过跟那一模一样的劳力士。真的呀？哎，那表呢？送给小梅了。哎，这哥们真行啊，那么小改锥，使那么溜。这算什么呀？你往下看。嗯，不是你手机。喂，哎，你好，我是许向来。我觉得他这个人吧，特不可思议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他学习修表不到10年。你知道他修了多少块表？多少块表？4万块，相信吗？不可能吧？你有什么不可能的？网上都写报道了。不是你想啊，4万块表，10年，1年365天，10年就是3650天。你想想，4万除以3650是多少？1天得修10几块表。别说他是个残疾人，就是个正常人，一个熟练的维修工，他一天也修不了10几块表。也对哈，我自己还真没算过这个数。所以说呢，以后遇事儿要动动脑子啊，别跟着媒体瞎忽悠。谁跟着瞎忽悠了？我不就跟你自己说了吗？小伙子，我来取表。哎，您过来了。啊。哎，您这表那个里边换的齿轮那个，哦，你这种表就是老表，这一共寿命30，元俊，我有个想法，你说我要是把许庆海这事儿拍成 DV 作品，去参加国际的那个残疾人题材的 DV 大赛怎么样？没准我还能得奖。来，找您，找啊，这是个好题材。不过呀，这个许师傅好像跟人老有心理障碍似的，跟谁都不说心里话。
他怎么可以给你说心里话？你又不是他女朋友。去。他想来试试你的本事。过两天呀、我拿一好表，让你给我修啊。哎，袁俊，你说我要是每天24小时都跟拍他怎么样？24小时跟拍？嗯。白天晚上都在一块儿。啊。那你晚上还要跟他住在一个房间里？对啊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你是我女朋友，你跟他住在一起很正常，是吗？说什么呢你？看你那小心眼的样儿。一样，包起。本店有精美的饰品，一样，包起。优质的商品，平价而贵，欢迎前来选购。一样的鱼，一样的鱼。王哥拿下钥匙，开门。哎，你还能自己做饭呢？跟你说话呢。什么？你怎么吃饭呢？哎，要不我给你做吧。嗯，不用，太麻烦。咱们做饭吃吧。咱们啊。不用，一会儿我出去买点吃就行。你怎么还不回家啊？我打算住这儿了。你住这儿？那我住哪儿啊？没事儿，我不会影响你的。你一个女孩住这儿不方便。嘿，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呀？不方便。没事儿，我不在乎。你不在乎，我在乎。现在媒体都挺关注的，说不定哪天爆出一条新闻，说许庆海和英语大学生同居，这要让我女朋友知道就麻烦了。你还有女朋友呢？怎么，我们残疾人就不能有女朋友吗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对不起啊，我真不是这个意思。三儿，刚刚上厕所。哎，来了。你不是饿了吗？要不想起吃个烧饼。
你就吃这个呀？要不我给你做点汤。怎么着？我看你还是趁早回家吧，我这儿搁不下你。你就非要赶我走是不是？对了，我压根就不喜欢别人打乱我的生活。走就走，用不着你哄。哎，姐姐，姐姐，我送你。三儿，回来。姐，您是海哥的新朋友吗？是啊。以前有个叫小梅姐姐的，让她爸给揪走了。海哥为这事儿哭得可伤心了。真的？那可不是呗。海哥最近刚缓过来。哎，不过姐，你觉得海哥这怎么样啊？我觉得，我又不了解他。哎，小三儿。啊，那在你眼里，这徐庆海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海哥这人挺不错的，除了上厕所需要帮他之外，其他事儿什么都会干，真的。其实我不是徐庆海的新朋友，我是来采访他的。记者？算是吧。小三儿啊，你有空的时候能给我讲讲你和你庆海哥的事儿吗？行，只要不是在上学时候，什么时候都成。谢谢你。嗨，不用谢。哎，这是许庆海他们家的房顶吧？啊，对。怎么大冬天的上面还有一朵葵花呀？假的。假的？啊。海哥说他特别喜欢葵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自己能抬起头来。看到冬天里盛开的葵花，我突然想要更深入的去了解许庆海这个人。哎，回来了啊！又玩上了。忙什么呢？又拍 DV 去了。饭吃吧，我都跑一天了。快去快去，饿死我了。行，你劳苦功高，我做饭啊。不就做饭吗？回来就让我做饭，哼！哎，拍个 DV 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真是。不许生气了啊！快点煮吧，我都饿死了。好了，哎呀，哎，你说那女孩怎么办呢？什么女孩？小梅呀，就是庆海的那个女朋友。我听说前两天她让她爸她妈给揪回家去了。哎呀，这人家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呀，你就吃你的面吧啊，来。小梅这个名字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。我还是决定先去采访小梅，从她那里获得有关许庆海的一些情况。
亲爱的。嗯。你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呀。没想什么。没想什么愁眉苦脸。哎，我告诉你，咱们这次去小梅家，心里别有太大压力啊。这次不成功呢，咱们再去一次，有我的啊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，跑得快。进去吗？家里有没有人？你找谁啊？你好，请问冯小梅在吗？不在。麻烦您帮我找她一下吧，我找她有事儿。她真的不在。您帮我忙吧，谢谢您了。谢谢您了。你们找我？小梅是吗？哎，你好，我是艺术学院刚刚毕业的学生，我现在正在拍一个 DV 作品。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拍许庆海，我想跟您了解一些他的事情，能跟您聊聊吗？不行不行，你爸妈要知道了又该骂我了。哎，就一会儿啊。小梅，你现在身体怎么样了？我们今天还特意带了好多营养品过来，希望你能快点好起来。我前段时间一直在拍庆海，我知道你们两个在一起特别的不容易，你能给我讲讲你们两个人的故事吗？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你，我们都是差不多大的女孩子，我也经历过感情。就像当初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，也遇见了很多不如意，但我们两个一起努力，没有放弃彼此，才坚持走到了今天。庆海知道你的事情后，特别难过。他现在状态非常不好，我们都很担心他。但我知道，最担心他的人肯定是你。对不起。别着急，啊。稳住了，我觉得有戏。谢谢你，承认我是你男朋友了。
那是十年前，我爸爸妈妈到南方做生意，把我送到乡下姥姥家寄读。我们是一个学校的，我们每天在一起，很快乐。你说我有没有你跑得快？那天，我们放学回家，没想到事情就发生了。庆海看见了断掉的高压线，他完全没有顾自己。小梅，青海就这样失去了双臂。他以后就没有能再去上学。别喂他，让他自己吃。别扶他，让他自己站起来。经常到学校那里游荡，偷偷的去看我。我心里特别难受。手臂放松，预备起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，停，踏步放松，踏步走。
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你刚才看见我了吗？没有啊。你真的没看见？真的没有啊。我以后不来找你了。为什么？让他们看见不好。他们不会笑话你，不会在乎的呀。我在乎。那个时候，我们会经常坐在山梁上度过一个下午。庆海，过一段时间我可能就走了，到时候你送我吗？你到底怎么想的啊？咱们回家吧，一会儿家里人该找我了。你走吧。过了几个月，我们就分开了。他没有送我，甚至再也没有了消息。我知道。每次他不开心的时候，总是自己一个人扛着，不说出来。其实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是非常快乐的。那给你。要是庆海没有失去双臂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。我是在他截肢第二年以后回到了北京，然后在昌平上高中，后来考上了大学。我的同学反对我，他们劝说我太傻，但尽管这样，我还是下定决心要和庆海一起过日子。那时我们在城里租了个房子，我每天都很幸福地收拾着我们自己的家，幸福地等着庆海收摊回来。
说真的，那段日子我们过得特别的惬意，我能从他那里得到所有的快乐，但是我们的事情还是让我父母知道了，他们四处的找我，我心里很清楚，美好的时光不长了，他们迟早会找到我和庆海的住处。哦，忘了忘了，对不起，没事没事，我让你等，回去再洗洗。哎，小梅，吃面了，那儿凉了。哎，来了。看着庆海吃面的样子，我真希望时间能永远地停在那里。那个时候，我们两个人都知道我们有了孩子，我以为我的父母不会再勉强我们，但是我错了。小梅，走，回家。盯人，太盯人了。走，我们回家。后来他们背着我，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骗庆海过去相亲，实际上他们是在找机会羞辱他，可是庆海不知道，临走以前还在家收拾着他唯一的一身西服。哥挺帅的，
你怎么还不拍？怎么了？我的作品已经拍完了。